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六点钟是全程马拉松，还有马拉松起跑的时间啊，这组别起跑的时间啊，这个大家不要搞错了啊。那么我要呼吁大家利用这个时候啊，检查一下你脚上的晶片啊。我们今天的晶片是由德科啊特别为我们准备的啊，因为它这个晶片呢是比较特殊的啊，那么大家要把它先卷起来之后。 这两个孔把它穿在鞋带上面，这样子才能够非常精确的计时啊。那么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利用这样的时间，还有剩下15分钟左右，先检查一下个人身上的晶片有没有绑好，有没有不小心带错别人的，或者是不小心身上多片啊。那我们现场这边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在地的议员黄正议员。 来到现场这边啦，还有我们的陈玉平陈议员也来到会场了啊，感谢议员啊对我们的加持啊。那么一大清早天还没有亮啊，暗蒙蒙的来到家了，这是我们服务最亲切的议员啊，感谢我们的两位议员，另外我们的镇长李明哲啊，这个也已经来到会场这里了，再次谢谢镇长啊，对，多少体育会这个一。 一贯以来的加持跟指导啊，不管是行政资源或者是活动的配合啊，可以尽了最大的力量啊！再次谢啊李明哲李会长。
在表演的同时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好朋友哈、特别注意到您身上的晶片还有身上的装备哈、那现在的光度还不是这次的苏花2020苏花马拉松，这条道路以后我们交通部要规划为景观大道公路，欢迎你们时常来这边慢跑啊，乐活啊，来玩玩啊，祝大家今天完赛啊，谢谢。
完的话，跑也跑不完。今天我们这五千位全国最亮眼的选手，是我们苏花公路最亮眼的风景。好，再次欢迎在旁边啊！好，大家要注意安全啊！那么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林区亮林县长啊，对活动的加持，特别举办今天的县政府主任。各位巡守好朋友们加油！同时我们在地的一员，我们在地的林鹏鹏、陈一平、杨春平议员，还有代表会的欧主席，都一起来这边欢迎各位好朋友了啊！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辛苦的志工为了要让大家跑得顺利、跑得愉快，我们特别动用了将近500位的志工朋友在赛道上面，帮各位好朋友来加持为大家来服务同时也要感谢苏澳分局的好朋友这些警察队队这个在假日里面特别还要加班勤务帮我们管制交通
祝福杜姐呀！你好。
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Thank you.
Thank you.
哎，看过来！有两个跑起来啊！哎，给你们录制啊！哎。
没有来帮大家加油，也特别指派了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吴东明吴主任啊，恭喜啊完成挑战啊！吴主任来这边呢，也跟各位好朋友特别代表现场来跟大家致意啊！啊，恭喜陈正亮大哥完成挑战啊！基隆好马的好手啊，恭喜完成！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哈、哦！再次恭喜各位好朋友哈、哦！哇，金甲不厉害啊，金甲就厉害不干单哦哈、哦！来，恭喜恭喜了哈！碎、哦、啦，碎啦碎啦哈！恭喜恭喜啊！来，进终点以后。